今天就非常开心了，那也是一个新的体验，能够当志工，然后去学校啦，那从早上开始去学校当那个交通的志工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的，那又接触到老人家，那我觉得其实有时间的时候去陪陪小孩子也好，那陪陪老人家也好，一些阿嬷阿姨啊，那很多需要我们去关心他、去照顾他的，那只要我们有时间，然后去付出一些心力时间，那我觉得会让自己心情很开心，那也很有成就感，那也看着小孩子啊、小朋友啦、啊，看着一些阿嬷阿姨啊，非常开心的陪着他们度过的时间上，我觉得是一个你会觉得很开心，那你心里面会很温暖，对，我觉得很棒。你若来台东，啥你照照看，生命里看到有一支小伞，坐落去啊，目标小酒馆，长头顺，三生三。美丽的爱换，往来是徛山，要吃一大盘。人生在暗地，心念到心肝。你若来台东，写你小照片，一本西文纸，予你心开怀。